上台要当大家来一一做签名了，再一次欢迎白安，辛苦啦！因为这个白安今天其实蛮多场签唱，就是赶着跑，可是还是来到了高雄跟大家见面。那马上呢要邀请第一位歌迷朋友上台。哦，我看到有些朋友那个就是把预购领的那个胶带也带过来现场了，对不对？现场买朋友的先把那个专辑拆开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签专辑的封面哦，所以如果你的专辑放在塑胶套里面，先把它拿出来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好，刚刚买啊，现在立刻拆啦，拍谁拍谁。来来来，下一位请，不要害羞，很可爱。好，来大家，如果你的专辑放在塑胶套里面的话，上台之前先麻烦你把它打开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统一签专辑的封面。哇，现场的歌迷的朋友人排得非常的多，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。是的，创作俱佳的白安呢，本人已经来到了高雄梦时代幸福广场跟大家来做见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签名音乐舞台的右手边持续在这边帮大家呢做销售的服务，请各位朋友赶快把握机会，可以跟呢白安那么样近距离的做见面。